巨浪不断拍打，海巡人员赶紧向前劝导民众离开。风浪很大，另一边海巡人员还是持续搜索，因为有游客失联。台东都兰观海平台25号下午4点多，民众发现一具男性浮尸，吓得连忙报警。警消到场后，在离遗体大约100公尺的地方发现男子的衣物，当中有2张身份证。经家属到场确认，死者为24岁的邱姓男子，而另一名则是25岁的叶姓男子，目前还下落不明。那目前我们会针对都兰案件以北至金尊这一带的海域，然后派遣案件以及空运以及海域的人员实施搜查。邱姓男子为彰化人，警消研判25号下午，他和叶姓友人到都兰观海平台游玩。有可能是遭到海浪卷走溺水身亡，而目前叶姓友人行踪不明，海巡人员积极搜救，希望能赶紧找到人。 TVBS 刘景元、黄敬祥台东采访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